克拉克的 G42 号 VFC 制造的，很小的一把枪，手都快握不太到。好，我们没有子弹哦，所以我们压住这个枪机释放，滑套释放钮，直接扣。看一下手哦，后坐力还好哦，不过已经算是经验了。哇，不红啊，大概刚灌个3秒而已啊，大概也没有算多少颗。好，拍到这边，拜拜。